你很会选地方呢。这里灯光柔和，音乐舒缓放松，我很喜欢。嗯，没错，甜点我也很喜欢哦。又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可爱的甜品呢？不过，比起美食本身，我更喜欢它附带的特殊含义。毕竟在我们的时代，只有特别的庆祝场合，人们才会大张旗鼓地精心准备美食。而且呀，这样的场合通常都会让人身心放松，有时候还会发生有趣的意外哦。比方说，我有一个朋友。当然不是了，难道在你的心里，我是这么不坦诚的人吗？我的那位朋友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啊，多亏有他在，乐土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欢乐。薇儿薇姐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工坊好像遇到了惯偷，专家暴跳如雷呢。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听专家说，是个身材小巧的家伙。对了，还长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。薇儿薇姐，要不然我就先回。小帕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坐的腿麻了，活动活动身子。你的活动方式还真是挺特别的。对了，薇儿薇姐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啊？小帕朵，你的尾巴？尾巴？什么尾巴？比起这个，还是快点找到气味的来源吧。我说的就是这个。呀，这里可真热闹。居然瞒着我偷偷举办茶会，好过分哦！菲利斯，你是在和维尔威排练什么魔术表演吗？魔术表演？就是你的魔术师还没有登台，就擅自开始了表演吗？维尔威姐，你什么时候切换过来的？这种细小的火苗无法点燃观众的热情。还是由我让现场的气氛燃烧得更加热烈一些吧。火苗？薇儿薇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小帕朵，原来你不知道吗？你的尾，烧焦的气味总会让人联想到失败的实验，从工坊失窃以来就诸事不顺，真是令人不愉快啊。失窃？没错，犯人是个毛茸茸的家伙。不，比起那些，小帕朵，你的尾巴，那个只是一条普通的尾巴而已，不重要，一点都不重要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当然了，就让它自生自灭吧。可是你的尾巴烧起来了。顺带一提，马上就要烧光了。哎呀，失而复得，失而复得，真是太好了。真奇怪，为什么尾巴会突然烧起来呢？这是……薇儿薇姐，这不是我废弃的打火匣吗？原来是因为它啊。等等，这不是工坊失窃的东西吗？这种随手制作的小玩意儿，就算丢几百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吧。菲利斯，你不会以为……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就说嘛，虽然菲利斯总喜欢到处进货，但实际上不会给大家真的添麻烦的。是啊。不过这么一来，那个惯偷会是谁呢？怎么样，菲利斯很有趣吧？
它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，是当之无愧的开心果。至于维尔威，每一个它都很可爱。认识了它，你就认识了一群充满魅力的女孩。除了她们，我的朋友也都是些特别而有趣的人啊。如果时间允许，真想把他们都介绍给你啊。有看起来不好接近，实际上怀揣着一颗少女心的科学家，有感性又善良，可以共情每个人命运的知心姐姐，有沉默寡言却又敏锐细腻的绘画少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在我们那个时代举世瞩目的大明星呢，不但歌喉出众，对于艺术和美也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。唉，真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，否则应该会很开心吧。这里到处都充满了自由和梦想的气息，是孕育艺术的沃土呢。啊，想要听听关于他的事，那就要讲很久了。毕竟少女们的故事就像没有终章的诗卷，怎么说都说不完呢。伊甸，我的脖子好酸呀。再坚持一下，艾丽，很快就要完成了。再加上一点舞台妆吧。珠光色的眼影怎么样？还有唇彩。哎呀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为什么你对我试穿演出服这件事这么热情。在你看来，我根本就是一个等身的换装人偶嘛，还是特别配合的那种。那么我听话的人偶艾丽，可以让我帮你上妆吗？哇，真是让人心跳的发言呢，我的好伊甸。因为化妆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，真的不试一试吗？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哦。我想还是把这个惊喜留到以后吧，毕竟笑容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化妆品，对吧？好吧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了，来看看效果。哇，我可真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儿。这句话不是用来自夸的吧？有自知之明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嘛。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。啊，对了，这顶王冠。吉罗，你为何披服？是为月下之人加冕。没想到你还记得这句台词。毕竟是第一次观看大明星主演的音乐剧，我当然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了。还记得演出结束后，我们本想溜出去到附近的大众餐厅尝尝有名的冰酒，却被你的狂热粉丝当场认了出来，害得我们落荒而逃，酒也没有喝到，只能坐在公园的阶梯上，一边吹着冷风，一边分享小商店里的最后一瓶气泡酒。直到现在，我的酒柜上还有这瓶酒的位置。不过无论怎么喝，总觉得差一点味道。那天晚上看到的星空，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星空。唉，可惜那样的星空再也看不到了。伊甸，等到眼前的麻烦解决以后，再一起出去旅行吧。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崩坏真的会结束吗？当然了，奇迹就是这样，只要你相信它就会发生，你就当作是预知我一个愿望吧。好啊，那么我要乘你上一次天空巡演的飞艇，还要乘能在银河里畅游的由云朵织成的巨鲸。好啊，这已经是童话的范畴了吧。童话一样的少女当然要配童话一样的景象了。我的好伊甸，你不会拒绝我的，对吧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吧，虽然没办法让你乘上飞天的巨鲸，不过水中的巨鲸倒是可以试试。下次演出就定在鲸鱼号潜水游艇上吧。
我的好伊甸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毕竟这是你的愿望啊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只要你相信，它就会发生。那段时光真是令人怀念啊。你问我后来有没有实行那些旅行计划，哎呀，真是不解风情，女孩子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别再追问下去了。但是想不到伊甸让当时的玩笑成为了现实，她真是个像宝石一样光辉耀眼的人呢。简单来说，她真的为我准备了一场童话哦，完全是一副被吊起了好奇心的表情呀。那么就让我卖个关子，下次再讲吧。至于现在，来聊聊其他话题吧。好奇我的生活，我想想，这么说来，在烛火之额的每一天都很叫人开心，反倒挑不出什么特别的日子呢。既然如此，就从最平淡的一天开始讲起吧。早安，凯文。刚刚完成训练吗？看你的表情，这次又是以微弱的分差高负于艾莉西亚。表情？不是命运的丝线。不，我已决心挣脱命运的束缚。对了，凯文，请收下这个吧，原本是要带给鹰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或许你比鹰更加需要它。这是由梅比乌斯制作的营养剂，他说对于缓解死亡之外的所有症状都有特别的效果。你打算给鹰这个？你对鹰有意见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和鹰约好了要去帮他挑选给灵的生日礼物。时间不早，我也该去和鹰见面了，那么再会吧，凯文。奇怪。嗨，凯文老大，是你呀、太好了，还是我熟悉的凯文老大。这并不值得惊讶。才不是呢，凯文老大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一幕。刚才我碰到了苏哥。他居然在练摇滚，和伊甸姐一起。他的确有这样的兴趣。那阿摩呢？他在和维尔薇姐学魔术。人总要直面自己所不擅长的事。哎呀，还有啊，还有杰哥，他居然在帮蛇姐做手术。你没听错，凯文老大，他不是手术台上的那个，而是在地手术刀啊。不愧是凯文老大，听到这样的消息都面不改色。凯文老大，哎呀，看来我的说法很有效呢。想要拥有普通人的生活，就要学会一技之长。艾莉西亚，是你？当然是我啦，惊不惊喜？不过我也没想到，梅比乌斯这么轻易就会答应我的请求。果然，面对我的邀请，即便是外表再冷冰冰的人也无法拒绝呢。那么，眼前这位同样冷冰冰的先生，我有一个提议，维尔薇新研发的凯文加温武装，要不要试一试呢？天又黑了呢，凯文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一如既往。啊，只是这样而已吗？这种感想也太无趣了吧。还不错，除了输给你的部分。连凯文都变得斤斤计较起来了呢。起风了，看来明天也会是个晴天。艾莉西亚，这就是你所向往的生活吗？原来凯文是小时候会乖乖在周记本上写下自己理想生活的那类人呢。我可没有考虑过这些啊，我只知道
大家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。别再思考这些漫无边际的事了，总是揣着一肚子的忧虑生活，可是会少年白头的。这是天生的发色。总之，不需要考虑那么多，只要顺从自己的心就好了。就像现在这样平凡的一天也不错呢，真是令人怀念啊，这样平凡而平静的生活啊。你问我这些事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真是的，不要用一副上当受骗的表情看着我呀。像我这样善解人意又温柔体贴的女孩，怎么忍心向你撒谎呢？对吧？可是，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，总是游走于危险之间，总是身不由己。即便获得了短暂的平静，也会很快陷入新的麻烦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这样风平浪静的生活好像也是一件奢侈品呢。不过这些故事也不算是完全虚构的啦。如果真的有一天一切尘埃落定，他们一定会像这样生活吧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人呀。即便因为种种原因变得不复当初，即便用冰冷的外壳武装自己，但是我见过他们最初的样子，也记得他们最本真的模样。所以当幻想，或许应该称之为祝福，当虚构的未来在眼前上演的时候，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那里，以我最熟悉的模样。或许这才是每一段旅程，每一次相遇最浪漫的事情吧。我会记住每个人的曾经，也会守望他们的未来，当然也包括此刻的相遇，因为这才是你们赠予我的最珍贵的东西啊。你说谢谢我呀？你这么说我可是会害羞的。其实我也很感激你啊，毕竟在此之前我们真的走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啊，见过多少种景色，就经历过多少风雨。谢谢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，告诉我我未曾错失什么。谢谢你愿意见证我的过往，告诉我我并不孤独。谢谢你的陪伴，让我在每一次驻足回首，已经快要看不清起点的时候，身边还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这漫长的旅途没有虚度。而现在，这场没有终点的旅行还会继续下去吧。我或许还会遇见很多很多人，见证很多很多奇迹，铭记很多很多的欢笑和泪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可以像现在这样，一起分享我的故事吗？